这场比赛堪称蓝队铅笔系统冶炼与黄队基特维移民局间最经典的皇城对决，两队火力全开，比赛全程高能，剧情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的对攻盛宴令人直呼过瘾。双方你来我往，大打对攻大战，当老辣的李维斯遇到巅峰的马克，当最强的施法外援遇到神奇的赛场女侠，当嘎拉屯的铁血斗士遇到对面不进三个不还手的基特维黑金军团，欢迎来到 CCS 最新一期作品。让我们把镜头拉回一周前，回到那个热血梦幻的早上。时间线：2023年7月15日，地点：非洲大地上赞比亚基特维 CC Ravens 俱乐部足球场内，重头戏即将打响，坐镇主场的黄队基特维移民局队，他们是最尊重女性的一支球队，派上了自带气氛的女队员，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对于蓝队，主要由中方人员组成的同冶炼球队而言，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可言。场上两队代表着赞比亚业余水平的缩影，虽然这是一场友谊赛，但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气氛，打得难解难分，意犹未尽。所以这场比赛无疑可以看作是一后赛季中赞交流的提前上映。比赛共分为四个回合，每个回合15分钟，就此两队拉开了对攻的序幕。比赛刚一开场，场上的两队就直奔比赛的主题，开局1分钟，蓝队就率先破门，先得1分。挨了蓝队一拳的黄队奋力反扑，第一个回合未结束就扳回1分，两队你来我往，互有攻势。第二、三个回合，双方各进一球，最终来到了第四回合，决胜一球，最终由黄队攻入，造就了中场的进球盛宴。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这一场进球大战中，黄队笑到了最后。60分钟的时间，两队打进了5粒进球。当我们再次回顾这场比赛时，我们会为比赛的进球大战所折服，也会被球员们的大开大合、酣畅淋漓的比赛所喝彩。对于黄队而言，运动和乐观的天赋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基因，因错失最佳进球机会，女队员毫无顾忌的捶打男队员，为全场带来了精彩笑点。对于蓝队而言，尽管输掉了比赛，但同冶炼这支球队虽败犹荣，在身强体壮的黑人对手面前，他们展现了精湛的球技和默契的配合，敢打敢拼，敢打硬仗是同冶炼公司传承下来的风骨，坚韧顽强不服输更是我们的特性和信条。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